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我们今天找来了鹿、鬼鬼还有巧克力，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玩 Blast Off。Hello， 早安呢，早安呢。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嗨嗨，大家好，我是巧克力。在上集 episode， 这一款游戏大受爆们的喜爱，于是我们今天找来了鹿陪我们一起来玩这款游戏。鹿其实 PVP 还蛮厉害的，所以等一下很有可能这就是这个倒退走路起始的地方。你们给我终止这种愚蠢的行为！好地图。鹿的 PVP 技巧其实还蛮厉害的，让巧克力跟鬼鬼知道一下。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被鹿给电爆。这款游戏呢，如果你没有看过一代的话，可以点一下画面中右上角，我帮你们做了播放清单，可以去看一下我跟巧克力还有鬼鬼玩一代的情况。那鹿准备好加入我们的 Blast Off 的行列了吗 ？OK。里面有些角色啊，其实是跟其他游戏有关，像这个角色就跟一个 Steam 上面的游戏，我突然忘记中文叫做什么了。TF2。对对对对对对，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它叫做 Rocket Jumper， 它就是技能应该是能够跳高高，然后箭跳了爆炸的技能。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是放地雷，我在一弹的时候曾经玩过，它就是你会有些地雷，你可以埋在地上，然后别人走过去就会大爆炸。再来这个。这个家伙炸弹超人吗？没有错，炸弹超人，他就是可以放一大堆炸弹让你家炸开。然后这个是 Enderman， 他能够传送来传送去，还可以传送到别人的身旁，就把别人揍下去。再来，这个角色是纵火者，他就是有点 psychopath 精神异常的家伙，应该是能够用出一大堆火焰的样子吗？好像是哎，他会有一大堆那个烟火，有一些炮竹可以用。然后这个是召唤的术士，他会召唤出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怪物，很难用。我忘记是在一弹的时候谁用过。我用过，超废，召唤出的怪物都会打你哦。就是召唤出来的东西，看到人就打，不管你是谁。再来这个呢是钓鱼人，他就是会有个钓竿，钓竿有什么用？不是很清楚哦。而且钓竿如果勾在别人身上的话，会。大爆炸的样子。再来这个是 Zombie Man Man， 他就是僵尸胖胖，他就是会召唤出一大堆僵尸。之前在一弹的时候，巧克力玩过，就是会召唤出一大堆小僵尸，然后一样。而且他也是会连主人一起炸，没有错。再来，这个是好像是这也是一个卡通里面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是赌博者。再来是刺客，刺客教条的刺客，他的技能是隐形15秒钟。好强，然后每分钟给你一个隐形的药水。再来这个是风暴弓箭手，我在一弹的时候玩过，超好玩。然后再来这个家伙是 sniper 狙击手，应该是可以狙击别人的角色吧。这样子就是以上我们所有的职业。那这样子你已经想好要选什么角色了吗？我今天想要从巧克力，你是想要选这个吗？没错，你想要先吗？我们都要选这个煞气的职业。这个煞气的职业真的很帅欸。还是我看一下哦，暗杀星感觉不错欸。哇，你看那个 sniper。sniper 吗？两个弓箭手是不是？狙击手。sniper 有什么用啊？sniper 还有击退4，然后能够就是射中人的意思吗？好啦 ，sniper 就 sniper， 我选 sniper。两个弓箭手的战争吗？哇哦！鹿想选什么？我选阿萨信好了。阿萨信，那鬼鬼呢？我在旁边钓鱼好了。你是钓鱼人吗？我来钓鱼。所以两个弓箭手，一个姜太公跟一个阿萨信，然后到下一张地图喽。Go go， 开始喽，开始喽。我看到了，我现在在上面，我也在上。入了。你哪有在上面？骗什么？对耶，我才在上面啊。这是一个适合狙击手的好地方吗？哦，这里路好，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射弓箭，可以了，可以了。有他等那个箭矢，不如你想不想往上飞？往上飞，哇！拜巧克力！有人顺便飞出去。哇哇哇哇！而且我还在看那个物品栏，直接就飞走了。拜托！哇哇哇！你那个爆从下面爆上去怎么回事？对啊，超帅！狙击手哎，我知道跑酷哎。阿神不行，阿神狙击手不能让他待太久。他们都在上面，阿神你也太高了吧！我没有跳上去，对不对？没有东西可以上去。我马上狙掉一个人呢、欸，帅气！狙我的，上不去啊！不然呢？不然你以为你是怎么掉下去的？掉竿的，是我！哇哇哇！大爆炸！糟糕糟糕！阿神下来哦！我的树，糟糕了！这么适合狙击手的地方。其实在这个地方大家不会掉下去，它旁边有一个，旁边有围墙
不容易掉下去。我先来捧我的弓箭，观察一下大家的心思。阿神下来啦，我知道，刚好在上面，所以被一箭就啾。嗯，我要等大家爆炸起来的时候，欸、我们先打阿神吧。不要，哎、欸，不能这样联手的，好不好？在上面这么安全，这样不行啊。那完全超危险，好不好？哇哇哇！哎呦，什么东西？没事没事，好猛，那是狙击弓哦，大爆炸、欸！哇，你怎么又跟上面了？欸欸、越爬越上面是哪招？哎、欸。不能杀人真的是很过分的，巧克力那个才是爆炸功，巧克力那个爆炸，哦、你又爆炸了，哇哇哇不！下一枪，一枪，可以可以可以，哇，哦哇我其实有点难用，陆你的职业是什么？你怎么都在砍的、啊？可痛死了！你应该有特别的职业吧？暗杀星可以隐形啊，陆。对啊，对啊，你可以隐形，有隐形药水啊。啊哈，这是干嘛？先追着你再说。这是干嘛的？这是干嘛？这就是雪球而已吗？雪球就是普通的雪球啊。你在那边，人家拿着剑在砍你，这就是雪球而已啊。在那边玩雪啊？什么烂道具啊？哎、欸，有枯弓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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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来了！哦。哎呦，哎呦，我有肚鱼，怎么会有肚鱼？嗯，哎呦！啊，我拿到了，掉下来了，奇怪怪蛋哦，这是什么道具？用，有些都是召唤特别怪物。原来如此，阿神上去哦！哇哇哇哇哇！这太高了吧！上去哦！飞到最高还会放烟火、欸，有动有动，那有动，不会啊？你又把它送上去了，谢谢。哪里？又上去了。哎呦！我觉得那个钓竿真的有点霸气啊！很好用，来喽来喽，各位来喽！上车，阿神下来。不要，我考虑啊。鹿也在慢慢飞，鹿哇哇哇！鹿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了！去砍他去砍他！我下不去，我下来了。啊，你飞好远，没事没事没事，还在。可恶！我怎么把蛋丢掉啊？哎，有了。哦。哎呦！哎呦！哎呦！没小心哦，那一哎呦没中，飞出去喽！哎呦！哎呦！不要这么隐形，不想隐形。不要站高高，你等它上面的路没了就可以了。什么？真的是上面？你为什么一直战术分析啊？哎呦！路呢？路呢？我当然希望你干死。不，他下来了。下来吧。哦，下来了，看到，看到，看到。我的，不好意思，你要水。阿神。走开！哦，又爆一个！呼！哎呦哎呦哎呦！下面好刺激哦！怪太多了啦！我不能喝我的药水，救命啊！你现在喝也没有用啊，你身上很多箭矢啊！箭不会隐形吗？不会，箭不会。可是你隐形还是会看到这个箭矢啊！哦哦！他下来了没？哦哦！对啊，他下来了。来玩。哎呦，这什么？哎，我被定住，我被定住了，根本看不到东西啊！我走上火箭了。喂，你要搭上火箭了？搭上去月球啦！龟龟要去哪里？要去月球了。龟龟，龟龟救命啊！救命啊！下来，好酷啊！这超酷的，幽灵怪还在打你。哇哇哇！太远了啦！飞得回来吗？龟龟呢？快飞回来！龟龟化为繁星了哦，化为繁星。No！ 死掉了！鬼鬼化，鬼鬼化，剩下我跟，剩下我跟鹿。好，可是好多怪物在，好多怪物在追我。我跟你讲，你好好躲起来，他就会被怪给打死啊。好，我要赶快喝药水，我要学会怎么喝药水。别喝啊！不行，不能喝，完全不能喝。还是数量没了。数量还是我好几瓶。哎呀 ！Yes！ 哎呀！还没喝到底啊！拿下首胜啦！一把亡魂，我想说，我手都还没有摸到，就直接 biu， 我都没拍到啊！都看看敌人在什么位置啊！刚刚巧克力还说我在上面呢、欸，我在你更上面。哇塞，你快走了、啊！大家都身上都是剑啊！这个好棒啊！再来再来 ，Round Two，Round Two， 这一次。我要玩风暴弓箭手，这个还是我的精华、啊。
刚刚的弓箭没有办法爆炸，让我觉得有点难过。这个才是精华，我选择好了。巧克力，你选择的是什么？弓箭使者 ，Enderman Man 吗？那鹿呢？炸弹超人。那鬼鬼呢？其实我也选了中介使者呢。两个中介使者吗？两个中介使者，还是你要换别的？就两个中介使者吗？那我玩纵火的好了。纵火犯是不是？嗯、好了，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喽。Ready, start. 是谁的身上有1、2、3、4、4根？哇，是我是我是我，鬼鬼身上有四根，来喽来喽，你可能要更多喽。哇，还有巧克力巧克力。哦，真的是干嘛啦？你想要射我了，阿神！我还没有弓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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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弓箭！你走下去啊！你走下去啊！哇哇！我也下去了！哦哦，我刚刚真的差一点，幸好这个蓝光救我！可恶！呜！哎！哇哇哇！哇！桥断掉了！掉去了！桥断掉了！桥断掉了！啊！我直接被打去了！路你站在旁边吗？嗯。怎么路？你这边跑去了？我瞬间就去了，阿神，哎呦，呜、哦，这火爆了，这火焰弹啊，纵火犯哎、欸，这火焰弹，哇哇哇，哦，蜘蛛骑士，谁的蜘蛛在那边乱？鬼鬼干嘛啦？下去啦！谁的蜘蛛在那边乱？下去啦！打中的那个家伙啊，谁？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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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吗？好吧，我远处支援你。什么什么？在那边。下去，支援支援，下去，来支援你了。哎、欸，没有这样子谈合作的啦。阿成，阿成先下去啦。阿成，你为什么在飘啊？飞，走开！我飞更高了。下去下去，一下，一下。哎呦哎呦，这里危险，这里危险，好多，这里很危险，好多炸弹啊，很危险。下去，龟龟。很危险，很危险。这里很危险，阿成。哇哇哇！哎呦！哇，鬼鬼，鬼鬼被自己弓箭手，弓箭手，弓箭手超强，真的。巧克力呢？超痛！巧克力，哇，发生什么事？哦，哇，好多夷为平地的地方哦。巧克力呢？猪弓箭手，快！你在哪？我也不知道哎，危险危险！你在哪啊，巧克力？你们是躲去哪了？你又在哪呢？是你人在哪吧？道具好多，我看见。阿神？什么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哎呦 ！Where are you? 差一点。Where are you? 哇哇哇 ！Where are you? Bravo！ 直接就到你旁边。哇！一局。这招有点强哎，这地图太大了啦，暴风弓箭手很难有优势哎。反将一军 ，Round three，Round three， 哎，这一次我想想哦，嗯，鬼鬼要玩 Enderman 嘛，对不对？那我玩火箭好了，火箭。你说这个火箭跳跃者、哦？对，火箭跳跃者。路呢？玩这个 Sniper 好了。Sniper 是要揍别人，就是射中别人。巧克力是。嗯，那我玩这个，我没有玩过这个暗杀星吗？暗杀星，好了 ，Ready Go！ 看看这是什么地图哦，1、2、3、4、5、6，第六张地图的名字叫做 Hidden Garden， 隐藏的哦，秘密花园，秘密花园。哦 ，Go Go Go， 走 ，Let's go！ 这段不会剪进去，不会剪进去。就都停下去，就是啊！哦，这游戏的开始真的是很久了。对啊，这个后置的时候忘记剪，剪不进去，太懒了。哦，开始了，哦哦，这个哇，好近好近哦，哇，好啊，走开，走开，你们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哇，怎么飞那么高啊？这个手都高！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狙击手，多久才会有一颗啊？阿神，你在那边很危险呢！你才危险！登上了雪山，你们加油！阿神，你在那边，你才危险！你才危险！你才危险！
你才危险，这边都出不去，你才危险，不会爆炸。哎呦，有洞有洞有洞，会爆炸在后面啊！那拿弓箭的，哇哇哇！啊，我上不去。哇，哎呦，打不进，我的，哎呦，谁爆炸这么大、啊？路，为什么你瞄着我？路，哦，快跑，快跑 ！Boom！ 哎呦！哎呦，我继续玩我的跑酷。跑去哪里？哦，有灯，哎，要的，嗨，你好啊，你怎么也在那么高啊？哎，你怎么也在那么高？哦 ，OK， 哎呦，我真的好大，漂亮漂亮，哇，直接掉到最下面，吓死人！嚯，哎，你们楼上的是不是该出来一下了？谁？哎，已经掉下来啦，叫那个阿神掉下来啊！谁？下来哦，你们在说谁？你们在哪里？我看到了，来玩。哎哎哎，对不起，因为你有功，你是唯一一个会让我现行的人。哦，原来如此。哦，对不起，刺客吗？飞出去了。哎，哇塞，抓得快！哎呦，在哪里呀、啊欸？我的武器，我的武器不见了。哎、等一下，我的武器呢？哎，左边有，有。哦、我刚不小心把我的武器丢掉，我在地上找他。阿神呢？我不在了、啊。哦，我飞起来了！飘起来，飘起来，飘起来了！飞去哪儿？你都飞起来了吗？不要去安全的地方。阿神跟我想的一样。不要丢我一个人在下面。去哪儿？阿神，我也想的一样。我有一点孤单寂寞、啊。哎、欸，阿神了解了。那我来放个凋零之类的。哦，你们都去哪了？我看到阿神，阿神还在想跑。哇，你站好高！拜拜！哎、哇！哇！凋零，是凋零！我放凋零啊！凋零要来了！阿神嘞？哦啊，要上来了！还在上面呢？没有，不在上面吗？下来了吗？好可怕哦！哇哇、欸！我自己把我自己炸飞了，八七，剩下鬼鬼了是不是？大爆炸超级远的，哇哇哇！去哦，鬼鬼人加油！鬼鬼人呢？拜拜了。鬼鬼人呢？鬼鬼，你这边只要小心的飘零王，他就在你附近了。对啊，我卡在旁边好了。他看不到你，他看不到你。鬼鬼呢？打神打神打神就对了。阿神还在跑，阿神还在跑，阿神，我、哦、看见了。等外面的地炸的 越多越好。哇、哦，阿神，阿神想跳上来，阿神跳上来。哎呦！好、哦、啊，你掉下去了，阿神也掉下去了。阿神在哪里？哦，阿神居然在这个小房间里面。阿神在上面。没关系，没关系，他那个。慢慢就要被炸掉了。哎、欸，我现在动不了哎、欸。等一下、喔，等一下，是不是？快走、哦！有了，有了，有了！走开了！下去！跟我点小！我刚以为我切到输入法。快加油！下去！把他击飞吧！哎呦！哎呦！哎！哎、欸、哎、欸，不能用，不能用，耶、yeah! 欸！哎，我这个摄影的弹头不能用。哎呦，我被那个道具给背叛了，不用道具还比较好嘞。嗯，我来稍微选一个比较弱势的职业好，这个就是我上次选过的 miner， 可是上次选过了、欸，来玩没有选过的好了，选一个 psychopath， 决定火焰使者。那路选的是什么？太空望。太空钓鱼，姜太空是不是？那鬼鬼选的是 The Rocky Jumper， 这个下面玩过。好，大家都决定好职业之后，就开始喽。地图是一张四五六七六，这个这一张的一个叫做对 Maiden Village， 叫做什么什么 Village 来着的 ？Maiden Village Village， 准备喽，三二一 ，Go！ 进去吧。今天的 Last Door 加赛。我们还有几个职业，还有几张地图。我亲手把他送上西天。你第一个就干掉路雷，你是对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对啊，没办法，他有弓箭啊，我怕他被他被他射到哦。哦，进来进来了，开始喽，开始喽。Start 哪里？哎，看不到你看到人啊？这什么奇怪的地方？村庄啊，这是什么啊？丢丢看好。哇！别别别，我们、哦、okay, 我们两个相安无事啊，我们在这个好地方啊。好险啊！放路。阿神啊，阿神。对呀对呀，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击退。哇！阿神，你不要再下去了。让我们多一点啊！那你先动啊。好好好，我们先和平共处。我刚刚也在看道具。我是想阿神，阿神已经掰了，是不是？我已经掰了，我一直看到。那我们来互相残杀马路，对决吧。你看到鬼鬼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逼近中。我在哦，那是什么？原来你在上面杀鸡。那是什么东西啊？你没有出去。哇，鬼鬼，你居然是拿弓箭的。然后不会爆炸，哦哟。要炸地板，要炸地板，地板就会爆炸。要下来了。我想看到鬼鬼获入胜利。哦。想看到来鬼鬼获胜，鬼鬼鬼鬼不要，哇哦哦哦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一格之差，一格之差，哇，紧张紧张 ，kick kick kick， 还有啊，鹿跑进来，鬼鬼还在上面，我觉得鹿跟鬼鬼应该要合作啊，哇哇，地板好薄哦，下去吧，对啊，吃到你了啦，不要挡箭了，地板超薄的，从天而降。鬼鬼下去了、啊！啊，会下去！鬼鬼，鹿鹿只剩下你了，这么对决了，对决吧，鹿！鹿加油，干巴的！哪里？在哪里啊？我想要先判断你的方位。干巴的哦，鹿！我来传送到你那边。蜈蚣，蜈蚣，不要乱做坏事！等一剑把你射下去！交给蜈蚣啊！呜！我在鹿，你在哪？我没看到你啊！你在哪里呢？我在上面啊！我要找一个好机会掉下去。两个人都在，我看到你们两个，如隔一座山。对，如一座山吗？哦哦哦！有人有优势哦，有人在某个角度就可以看到喽。哎，小心弓箭手！哇哦！不带劲，不带劲！哎，遇见了，勾他，勾他，勾！差一点点勾中，勾中就赢了，勾中就赢了，勾中就赢了。我告诉你，勾住不要收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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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赢了，赢了！我赢了。今天的总成绩，阿神两分，鹿一分，乖乖零分，巧克力一分。今天的冠军是阿神，噔噔！Right， 今天的 Bless Off 差不多该按到这。如果宝宝们喜欢这张地图，还想要看到其他职业或者是其他地图的话，记得可以用力按下那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你想要看到更多更多的 Bless Off，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四个，拜拜。